各位同心，请尽快就座，我们稍后开始准备上课。各位同心，上课前再注意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静音？好，再麻烦，谢谢。各位同心，这节课是由我们徐歌苓徐副主席哈所带来的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当然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私不分哈，公领域跟私领域这无分开。哦，公私不分的情况就是讲，产能即卖伫公领域。不做私人的事情，下面一个公领域，有些在公园来对跳舞，这是不是公领域？跳舞放音乐，影响到其他人，对不对？可能有人讲我在公园来对放音乐跳舞，这样唔对，错了，那是公领域。一旦放音乐，人无法都不听，那就是侵犯到人家不听的权利，甲部分甲款嘛。现在即卖规定拢袂使伫来对部分，因为你播一。开出去，迄个分，别人不得不，因为空气是大家共用的，大家做决定使用的，你要 keep 住，逼着人家要吸你的二手烟，对吧？赶快，声音嘛是一个，声音你放出来，逼着人家非听不可一准，迄就是侵犯到人家公领域。即个吼，我特别看到注意到有人带小朋友来，这真好，他坐到后面去，过去唔是，放喺头前，马上就影响到 speaker 讲员。演讲的情绪啊，这一次很谢谢这个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把小朋友带小朋友来 OK， 但是往后坐不会影响到其他学员哦同心的训练啊讲好。我是一个艺术家哈，我刚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哈，一讲艺术系拢会做什么代志？轻松一点啊，艺术系会做什么？画人体素描对吧？你刚才下面叫人体素描，沙烫根根好立威。哦，这敢知影？头一届听到举手，讲艺术系内底在人体素描，头一届听到的，无哈，拢大拢知啊。你第一遍听啊，艺术系画人体素描，啊，人三大拢烫了烫光光，互你画，哦，迄是通常美术系都会这个啦，哈、哦。啊，考试嘛是考画人体素描，哈、哦，所以没什么好惊讶。但是我在美国，我去读迄个学校，吼、哦，迄阵出国的学生真少去读艺术系，拢去读。理工科较侪啦，啊，理工科的男生你嘛知影讲，对这款物件较好奇，因为无接触过。啊，有的同学就走来甲我问讲，听讲恁迄个
艺术系来画人体素描有，我讲是啊，啊，礼拜几上课？我讲礼拜几上课，跟你什么关系？礼拜三，啊，当时我讲问更加详细，下晡两点，哦，我讲好，拜三下晡两点嘛，哎，就走去。我讲是什么代志？无啦，无啦，无啦，就走啊。留学生啊，迄村内就走去。啊，我的礼拜三时间到上课，啊，我坐位吼，多多模特在家，啊，那边就是门口，门口有迄塔门嘛吼，啊，教授甲细字啦，伊拢迄塔门迄玻璃吼，拢报纸甲打开，海报甲打开。惊讲尴尬啦吼，比如说你伫内底做模特啊，外口诶学同学行来行去好，弄个打开，啊我就开始画啊，画差不多十几分钟了吼，我坐所在拄到面对咧塔门遐，啊看有人甲迄纸迄角啊吼掀开，啊掀一个啊紧甲砍起，啊计无啊个换一个人个掀开，搁甲砍起，我想啊，一定是一定台湾来诶留学生啦，在做即款代志，啊你知影先段掀开无看较久，安尼马上就砍起，你知道吗？因为刚问的模特哦，是一个200公分、200多公斤的美式足球员，雄壮威武，哎呀，你看，哈哈哈，是惊到了，那也是一查甫个些强壮的男生，脱光光给你看哈。我敢想哦，这顶人哦，来我迄个画、迄个 studio 哦，来偷看一顶学生哦，在路上在走路迄阵，一定足兴奋的。讲哎，等下要去看好看，哦，大家呢照照规定来看，啊，结果无想到讲，安尼掀开了，就这个物件吓了一跳，对不？啊，拢走了了，对吧？这个过去台湾人赶快嘛，咱去算计就是安尼嘛，足侪期待嘛，讲想讲这人甲算掉了，会当予咱什么啊较好的代志做下来嘛，对不？会改变过去唔对的代志嘛，结果拢唔是，应该去倒到尾人拢变，算起来拢变啊。就是这样，期望很大，失望嘛很大嘛，但是咱不知道为什么嘛，你现在都知道吗？还不知道哦。来，今天就讲的，我讲台湾解码历史啊，跟解码，解码器一定知道吼，解码器嘛，你知道吼，电视看物件灰灰，看无解码器个讲来，都解码都看得清清楚楚。来，到一张图，这是啥物图？你看有个人举手。到一张看有个人举手，啊，看无人举手。好，谢谢，来，真好，每一个人拢看无，无一个看有。哎，你们举手这件代志已经做得很彻底，真好。这就是互动哈，跟讲的人互动。啊，这是这看无哈，啊，下一张看有看无无？来，下一张。啊，这看有无？哦，看有啊。啊，看无的人举手，看不懂的人请举手。这些危险看无的有无？哎，这班干哦，我来讲，前几次哦，差不多七八个人讲看无啦，啊，看无一阵，我就问讲，这内底是飞机哦，唔是嘛，对吧？我是讲啊，伫危险啊，动物吗？嘛唔是啊，啊，因个也要回答不是哦，我讲画查甫的哦，啊，佫讲唔是啊，我讲你看有啊，你有看有啊，我讲画几个人，你敢知？敢十几个人？无啊，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你佫算会出来？佫知影查甫的？啊，嗰是人，你看有嘛吼？看得懂，但是甲你所期望看到的人无同款尔。过去看的物件无同款啊。我来讲吼，一百度吼是毕加索在1907年迄阵画啦，百几年前画图你看无，迄阵就害啊。拄只前一张，来登记前一张。甲伊同一个时间叫 Brock 啊 ，George Brock 哦，他是立体画派，在1911年迄阵画啦。你阿那个年纪差不多是你阿公阿祖的年纪呢？1911年已经30几岁的人，是不是18多少年出世？1889年出世，啊，伊阵是做你阿公阿祖，拄好对吧？啊，你即马你的艺术欣赏能力，居然你阿公阿祖的物件你看无，表示什么？你的艺术欣赏能力可能退到100年前，对吧？来，再看一张，第三张，哎，再看有无？这看我在的，无看无的啦吼，都看得懂啊！啊，这个是说什么时候？1751年，300几年前，是啊。啊，难道你的艺术水准退到1700多少年吗？啊，你这段时间的艺术是走到哪去？无人跟你教，对吧？咱的艺术美术系用去做什么？补数学去啊！啊，美术老师来好好跟你教，对吧？来下一张，因为你是
你是被占领者，伊那甲你关一阵，伊无可能甲你教即款物件啦。过去咱在大日本帝国里面是有美术的社团哦。讲讲我再甲你讲吼，待会给你看哦。这本来这就是单点透视法，我给你盖起来哈。比如说咱平常时看水哈，一罐水，这样是一罐水，啊，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罐水？安尼看嘛是一罐水对吧？在你安尼看嘛，是不是？拢是一罐水啊！看我这个人嘛是，不一定爱讲在对正面看，安尼嘛是我啊，对遮看嘛是我啊，对顶边看嘛是我啊。所以这叫做立体化派，对不同的观点，时间无同，你从不同角度看我同一个人，就造出这罐图出来啊。哦，进前你看迄叫做单点透视，一点去看物件，无刷位啦，干那咧看咧。啊，我若家己直直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就变做这款咧。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面，啊，立体化派就是把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甲放喺同一个位置，甲倒倒等于变一个人，就变安尼。啊，你啊，你用观点较侪迄阵，都做变安尼个，你完全都几乎很难认得是虾米物件。啊，你也看吼。你安尼跳过了嘛哈，没有停留在印象派，现在进入在立体化派啊。安尼要看哈，这个过程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系统在换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动作叫做 paradigm shift， 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做转。哎，不同的系统来，换来换去，本来是单点透视加多点透视，我更加侪点。哦，这系统转换，哎，但是这里面每一幅啊。每一幅画哦，比如说你叠单点透视来对，你主头高背，从画第一笔到最后结束都要单点透视。你别再讲微微，讲跳到这来，还是讲这微微跳到那边去，你知道吗？在同一个系统里面，你要同一种态度去画。你如果是多点透视，就多点透视啊，不，要不然会变成下一张。来看下一张，哦，这不是真奇怪，多点透视来对，佮照一个单点透视一支卡照出来，啊，佮照一个较少的。角度的立体化拍出来，兰州的灰气啊，这好像是什么？好像我这个人穿西装，穿西装打领带，正安尼这样讲。结果我倒脚请穿西装，哎，穿皮鞋，右边穿高跟鞋，会吓掉，惊一个奇怪，这是什么物件？这就是我讲的几款情况。你在一个固定的系统里面，有一个跟它系统不同物件照入来，都变成一个挺奇怪的地方，就混乱了。那你知道先有这个概念，来下一张。The law， 这个 law 不是法律的 law， 我现在讲是放诸宇宙皆准的 law， 或者哦法则啦，法则就是放诸四海大自然定律，比如说地吸引力，无关于地球什么地方都有这个引力存在，对吧？人类在参考你在这个只要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生存，你就要 fulfill， 就是。就要去面对这个大自然不会变的法则，因为在这自然界每个地方都一样，叫大自然的法则。啊，人为了要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生存，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样，去配合大自然。啊，你若不配合大自然的话，是像完蛋，人类自己完蛋嘛，对吧？我举例说，有一个人为一零一这样钉短跳落来，大自然法则是啥？第一性的跳落去，昏死的嘛，对吧？只会往下掉，他可不可以到一半说？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我决定不要往下掉。我懂啊，我懂嘛。安尼怎样意思哈？所以人类说的法律还是法则，的下一准都要考虑到大自然不变的法律。比如说，咱人的用的法律都要考虑到这个因素来设计地方，就是模仿大自然的法则。所有的法律都要安尼下来。大自然法则有男有女，你的法律就要考虑到有男有女。大自然的法则来对人有公平的概念，你的法律就要考虑公平的观念。大自然法则，狼出生都有对错的观念，你就要把对错是非的观念坑 A 列法律来对，北塞利重新定义啊。如果你要去 against 这个 natural law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强蹦对吧？强蹦结果是什么？是人自己倒霉嘛？大自然会不会被你破坏？不会，迟早人类是要被消灭。哦，哎怎样哈？所以，然后这个大自然法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单词，一个叫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对，其实我刚才说的，画一个图里面，一个系统里面要一致性 ，throughout the whole painting， 整幅画里面都是同样一致性，同样的法律还是大自然法则有一致性，叫做 consistency， 就是一个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
一个系统不蕴含矛盾，下面意思？我改一个，先讲完这个哈。consistency， 比如说你塞车，一下开二十公里，一下两百，一下又五十，上上下下，你这人没有持续，你塞车没有持续性，因为你速度不一致。比如说他心跳，前秒钟跳两百下，一下又十几下，一下又正常。你这心跳一心改讲这无正常嘛，一定要加油啊，考虑维持正常嘛，就是叫 consistency， 好啊，做人嘛，就是、我对每一个人标准拢赶快嘛 ，consistency。比如说一个村落来对做村长的，拢爱哪，对人都要一致性嘛，你袂使讲对这个特别好，对那个歹，啊，你又无在做老大嘛，对不对？这样知道哈？像美国是个大国，美国的。越是老大，越需要遵守这个原则，啊，不然会给你挑战啊！你凭什么做老大？你对每一个人不公平啊！所以要当一个社会，不管什么团体，你要做老大，你都要安怎公平？标准坑诶，说都大几位拢赶快，还讲一个 consistency， 你的行为、你的判断、你的准则要一致。好，下一个字叫做 integrity。integrity 比较讲说这个人的里外表里一致，哇。讲诶，跟我实在，我这人是同款诶，不是他的这个字的相反词是啥 ？dishonest， 不诚实。伫美国，你若讲这人没有 integrity， 迄真害哦，迄是骂人讲你这个人基本上不可信任、不诚实的人，没有 integrity。虽然今日告美国赢是赢在哪里？美国这个是个大国，他的法律必须要放诸四海皆准。他如果讲国际法、讲战争法，他就要照着这样去做。咱照法都伫伊个司法体系内底，伊这行政立法市场是一致的，所以你只要伫伊个司法底个告甲赢，爱都村内行政部门都要配合。咱照今仔日啦，啊，他如果是一个像中国这款呢，人治的社会，还是讲一随在一想来弄法律的话，你无在条告今仔日啦，当然一定叫欺负了耶。所以他我们就是冲着美国这些老大，你要有一致性，所以咱个告再告赢呀。司法独立啊，你伫内底告赢了，你就要求你的行政部门配合。美国其实是一个有 integrity， 啊，不，你就没有 integrity 啊。我们要求美国，你那讲表里不一致，一方面推行民主、推行法治、推行这个，啊，你那实际上做对台湾人那几款态度，对吧？哦，你讲人权，你若讲迄流亡难民的人权，啊，咱本土台湾人人权对不对？你搞这样，你喜欢叫我去买武器？你搞这样，喜欢叫我的囡去学你的语言？你也搞这样，喜欢改我的国籍？你搞这样，喜欢叫我啊去做兵？啊，讲每一年死三百人以上，喜欢怎呢？那个够啊？啊出来啊！啊，照今仔日，那你们今天才会这边上课嘛？就是在法理上面哦，就是 consistency 跟 integrity。OK， 下一个。paradigm shift， 所以过去你那观点从单一的观点跳到多种观点，意思是咩？你看到的世界就改变了，对吧？但过去只有一种观点，下人改改，中国人自那难民改你改迄观点，对历史也只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自那人的观点套在连台湾人身上。哦，下一个，哦，这就清楚了。咱这个，我渐渐我也讲较济吼，咱台湾人伫这个土地生活四万年啊，四万年前咱那个是部落形式 ，Formosa 大渡王国，吼，哦，现在咱在部落形成大国，啊，过来西班牙、荷兰、清朝来甲你殖民，哦，伊是咱后边，我等下会用基因来讲吼，到真正台湾这个土地变一个建构一个完整主权，是伫大日本帝国迄阵。你应该其他堂课有听过讲，大清帝国伫较早干呐占咱左半边一部分，右半边拢毋是伊个管的啊。啊，日本人甲午战争耍了下关条约，摕到手头的，结果一半毋是恁你有资格卖，好像你卖厝甲隔壁拢顺续卖掉同款啊。你没有资格嘛，所以迄阵日本人就去问美国人，因为美国人较早有对付印第安人的经验，讲啊你是变怎？啊，美国人的答案是讲。啊，因那个是部落形式，那部落形式做什么代志？甲征服，所以就不能开占尼里番，甲右半边甲征服起来，最后变成整个台湾一致，归土地变作日本的。啊，台湾经历一个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当时1945年4月1号
宣布台积本队的宪法实施在台湾，迄阵咱台湾这土地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属于台积本队个天皇的土地。啊，有人讲，徐老师恁讲话咁对，啊，我们今晚不是讲中文，讲支那语，没有错，还是有原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大家知影哦，咱战败嘛，我们战败了嘛，战败美国是咱的战胜国啊，结果伊叫蒋介石抓伊的部队。后边迄地是难民啦吼，来台湾，甲你占领啊！伊来迄阵，从媒体、语言、教育、宗教、姓氏，这两个来进来，过去都有做过啊。伫清朝，大清帝国迄阵就安尼做啊。但是后来真正伊输去啊嘛，这土地已经完全是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嘛。啊，但战败了，伊个美国个叫这个叫几百，好像迄八爪章鱼哦，几啊只脚，用语言、宗教、姓氏安尼给创个。结果咧，咱内地的人是四万年年纪都住在遮，平埔族甲高山族的后代住在这个地方。啊，即嘛好佳哉，咱过赢，即阵人来走啊。法律出来，即阵人走，你无资格伫遮，安尼搞阮对安尼，搞咱改变咱的特性。哦，我们回复说，咱的人是平埔族甲高山族的后代，没有错，确定。啊，咱的国籍大日本帝国国籍，就是安尼。啊，即嘛伫被占领状态，很简单。啊，咱都要把这系统推掉。啊，但是有真侪人下死嘛，要搬这个系统。伊想讲暂时，这是暂时性的系统 ，temporary， 哦，暂时性的系统转换。啊，你再，我暂时不讲太多，下一章。啊 ，Formosa 系统部落形式，然后大日本帝国帝国扩张系统，美利坚合众国破坏先前系统。哎，讲到这，美国想做变安尼，想要叫一个支那流亡中呢？我讲哦，过去是大日本帝国太强啊。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拍到美国的本土一下，日本人了。九一一不算哦，那是因为危机在遐弄的哦。头一咱的军队打到美国夏威夷，对不？啊，咱台湾军嘛，遭个菲律宾甲麦克阿瑟军队给歼灭掉，很凶的，真歹的。啊，美国惊嘛，惊死，他怎么可能容许你个老一家个用原来的系统？所以一百多是要给你破坏，破坏本来大日本帝国新系统，给你四分五裂嘛。啊，基本就叫一个较落后的支那的系统，给它弄烂掉，就是安尼啊，就这么简单，让你不发生作用。大日本帝国未使阁发生作用。啊，当时曾几何时，即马中国并且威胁，所以伊阁要甲大日本帝国挂好起来。所以即马美日安保，对吧？甲做伙啊，啊，即马倒转去，就会形成一个对抗组织嘛。即马咱的。小野寺防卫相啊，召集中亚啊几个国家签订合约。前一阵子几个南亚各国，对吧？越南啊、菲律宾啊，送军舰啊，上黑上黑，对吧？一下国家丁管的签约，跟南部签约，跟什么都违改啊，很清楚不过啊、哦。来，所以系统内部，今麦几百个系统对象，系统内部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思想上以你看。特定的史官掌控历史解释权，以维系统治资格，在制度上以史官建构法律规范。这都起码刘邦进入台湾做的代志啊，哇！以特定的史官来掌控历史解释权，所以我起码就是要让你解，让你套白个，回到正常的历史观啊。流亡中华民国系统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从事破坏，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怎么证明？因为一旦出了台湾，国际组织、国旗、国号就都不管用。你把它证明，你伫个系统内底，你无法度证明，除非你离开这个系统。听有无？你如果在系统里面没办法证明，因为你内底所有的 resource、所有的 element 元素都属于这个系统里面，它在系统里面有一致性，你没办法证明它是错，除非你离开这个系统。那个过去我出国，我一九八几年我是出国啊，出国留学一阵。我还接受训练呢，电台那边去受训上课呢。我今日讲出去，你也都变了。啊，结果每节出去拢变了，因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世界，都看见这鬼的东西骗的。所以留学生要么就是不爱等啊，爱被等啊，一定被改病啊，对吧？就是这样子啊，这都过去啊，哦。好，下一章。啊，对大自然的定律，大家 perception 就是认知的方式都一样，但是公掉这人类统治的系统来对。一都给你 nuclear 吧，所以你每一个人认知不同款的，透过教育、透过思想改造，改变你对
同一款代志的看法并无同款啦。同样，咱大日本帝国战胜了啊，啊是咱战败啊，伊都袂甲你加一套，伊是讲中国史观坑的列顶馆。下一章，我不要讲太多复杂的哈。所以事件只有一个，等于讲历史上发生只有一个事情，但是一旦被文字写下来的时候，用字个下来准已经产生一个叫做观点的问题 ，point of view。你只要用文字一写下，那当下你就在座各位下人写历史有无？没啊，因为你不是权力者，你没有资格写历史，你写顶多个人日记了，来触笔触笔写小说崩垮。但是写历史是有权力的人，有解释权的人写历史。他一旦写历史，就他的观点被套在，佮叫你去背去读去准，他就是把他的思想观点套在你身上，叫你去相信他的系统，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不在乎，外公，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人的命运。外公，这个观点下人拢有啦，真简单，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对吧？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白人有白人的观点。啊，谁的观点比较重要？不一定，看谁较强嘛。我男生刚结婚的时候说，阮家食饭拢爱打来到齐才可以开饭啊。啊，女生讲无喏，阮家是做生意的，下人先来，菜都做在桌顶，下人先来先吃，啊，就当冤家啊，你啊。每一个人他把他原生家庭的价值观传来婚姻来对，两个价值观就产生什么冲撞啊？冲撞结果是什么？是根据谁的观点？谁爱谁更多？要看谁爱谁更多，更多他的观点就牺牲，就顺和对方的嘛。我们不要讲说强者打败谁，没有谁爱谁更多。我敢拿你讲哦，就惹翻了一堆家庭哦。谁爱谁更多，就跟随谁的观点哦。连 C 追 T V 那边让他啃弄，就弄一样修吧哦。就是观点，它中间会冲突，冲突由最后由刚才有人讲强者了，对了，也算是强者的观点决定一切。哦，就他就是，那你如果要跟他对抗，结果是什么？像印第安人一样，他都消灭啊。你讲我不爱接受你的观点，我不那个变啊，消灭啊。过去台湾人，咱的早期，咱的北部阿公阿妈一代都是安尼啊。支那人的观点提几摆，叫你讲袂使讲一句，袂使讲台语，迄就是观点强迫啊。啊，你要甲伊反抗，叫用台语啊，几摆叫用台语啊，敢毋是？迄阵伊是强者啊。因为他接受更强的者的命令啊，统治者、占领者的命令就是，不是占领者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命令啊。咱叫用剑灭啊，像叫咱们占剑白，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安尼知吼？所以观点重不重要？观点非常重要哦。观点影响立场哦，你的立场哦，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哦。你的选择之后会产生接下后续的行为，你们会来这边就是。你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对吧？所以人会走到来这上课嘛，接受新的观点，最后你的行为会决定咱台湾人的命运。下一章，哦，看在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为史观之下，以这史观下弄有一个目的，目的是对他过去的、现在、未来，咱分作三个方向。过去的是要掩盖过去，你较早捌听过吧？伊讲啊，240几人无啥，有没听过这个？有个教授这样讲，头一届讲有几人，有几人安尼讲，安尼对唔对？是不是这样子？十几万人对不对？当然不对啊，那是支那观点啊，伊甲你台的人啊，啊咱台湾人，我想到同意你的观点。你如果接受观点，像我们的小孩子接受老师的观点，啊，就你就变中国人啊，变支那人去啊，支那人底下吼。一将功成万骨枯，视万民如什么草芥，吹在一台一浪贼嘛，他就不在乎人命嘛。但是台湾人这偌济人，日本帝国在统治台湾迄阵，秀苗苗为什么做人口又做户籍成本呢？你生下人，下人甲你生起来，拢作为户籍成本。内底日本人较早甲咱抓，不能超过关十几天呢，你一定要放出来呢。那是过去的系统呢，但是中国人系统就是台啊。你反正隔一天过去打对狼造出来啊，因那是伊的价值体系，因宁可错杀一万，不要随便放走一个。啊，咱的观点是宁可放走一万个，也不要错杀一个，那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体系，尊重人跟不尊重人的体系不同款的。
啊，恁看到即款就惊，哎呀，啊，煞真正抬落去，就是安尼啊，因就是安尼做啊，知道吗？所以这叫支那观点。啊，伊先头要安尼甲伊讲，有目的的哦，他要淡化他的所犯的罪嘛，好，你感觉这无邪，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啊，反正占领一个地方一定要做这种事的。合理化他杀人的行为的犯罪行为，嘿，过去伊要甲暗藏起。第二个，针对未来动机，西班牙要甲设计，比如说，哎，所有的条约，啊，那拢无干啦，所有什么开罗宣言呐、雅尔达密约，更改的公约，啊，像那旧金山三合约，一个字都不去讲。但到所以到今天为止，那法律系你那还没有念过旧金山合约以下文件，还唔奇怪，还不晓得原文是怎么写的。啊，不是很奇怪，那都是刻意被他隐瞒嘛，因为那件事情会把整个他政权的非法凸显出来嘛，就是设计要把台湾设计，啊，还说他有权利要把你做什么，要把台湾加起来嘛，他是流亡的政府，他没辛苦嘛，他的家在那边嘛，家不是他的家嘛，因为企图在地合法化，哦，我他等下说到这个 self-interest 当下，他就来说，哦，啊，叫我要霸台湾哦，中国怎么敢打台湾？啊，台湾是美国占领啊，不然你中国要挑战美国哟。但是咱台湾叫加较戆去啊。哦，台独代表战争是中国要来拍，不是啊，是美国要来拍啊。为什么？你占我占领的所在，你凭什么要独立？啊，过去都安尼个练啊，练个台湾人哦，还买武器，大家交钱哦，来买武器哦，还个贪污下去，因为他的武器根本不足以对抗中国。如果真敢，中国要来拍，你怎么？中华民国的武器是要跟人打什么啦？连个上面防空，咱的台湾的上空的空中飞的飞机都不是他能管的。你说你要防卫台湾，真拼的，没这回事哦。所以，史观重不重要？伊都是要安尼改嘛。啊，一个他不仅他改了你的史观，啊，一个叫你的妮娜嘛，现在相信，啊，讲教育各种科技，叫你西杯被他的宣传品哦。史观非常重要，点会影响台湾人的立场，立场会左右我们的选择，选择会采取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下一章，好，因为史观一下，这块呢啊，这是世界史观啊，国际间领土纠纷是按照国际法解决的史观啊。按中国的讲，自古以来台湾是咱的，自古以来我跟你讲，中国是蒙古的，自古以来中国还是对非洲、非洲人下去的，别来讲不？公告炸啊，怎么只有停在那个时候？停久一点嘛，对吧？啊，在中国史观国家还有一个，他觉得流亡史观，这都是在中国的史观里面去用正白流亡史观，现在套在台湾人听过。好，下一章。所以你看现在讲，我今天上课是要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你现在在系统里面，我想办法把你从他的系统里面抓出来。怎么帮助你走出这个系统？你跌下系统来的，无法都套绑嘛，走不出来，因为你所有的资料都在这系统里面，怎么出来？我跟你讲，民政府不被盖林公抽象的理论给你去追求，不是，我们只跟你讲历史上的事实 ，facts， 历史上的文件，基本的逻辑推理，你就应该知道台湾是什么地位，就这样子，不需要诉求，不要你去追求，不需要牺牲，都唔免，我给你法理清清楚楚告诉台湾人，这都难博诶。爱都可以 ，OK。所以 ，give information the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就是透视啦。你看见物件，看透视。下一张，啊，这个是透视图吧？透视图哪一个比较清楚？前后，这张较清楚嘛，对吧？啊，村中灰记啊，对吧？透视图怎么会清楚？就是该在前面较大声，较后边较细声，对吧？中央就是中间，安尼你就透视就看得清清楚楚，对吧？如果三个一样大，你就 confuse， 模糊掉了，你看不出它的透视啊，或者特定的历史给你放大，哦，或特定矮化某些历史，比如日本时代历史都给你模糊啊，啊，特别讲郑成功占台湾，哦，特别讲中国啊，台湾的历史四万年，跟他讲这几年，它就是扭曲嘛，你。现在嘛，你课本翻开来，到底有偌济篇幅在讲中国历史？真简单嘛，你那读个册嘛，啊，考试几 percent 是考这個，那都底下给扭曲历史哦，量的问题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哈、哦，所以你就有错误的嘛啊，来下一章，起码给我解问题哈、哦，嗯，但你这
好，这个故事先讲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哦，德国有一个受灾哈，叫做战俘营，里面关什么人？啊？很好，对，战俘营里关什么？德国的战俘营关什么？俘虏嘛，盟军的被抓起来关了嘛。啊，德国的战争时候哈，这个战俘营里面哦，外面设岗哨警卫，啊，是要惊下人走出来。是要驚人走入去，還是驚人走出來？歹勢，毋是。因為裡面盟軍在每天，因為因要戰日內瓦公約，無人要走出來，外口攏就很窮啦，三頓都無法度食啦。佇裡面，因叫三頓給飼這些戰俘啦。所以每天除了三餐，還有點心可以吃。啊，德國人反而搖到要死，所以真多德國人想去裡面工作。工作的時候，想說搬一些物件來偷炸出來，讓因厝裡底來食。所以迄個警衛是要防止德国人入去内底偷地物件啦，所以每一个位置出来就讲袋子打开检查，下一个袋子打开检查，就安尼啊，是检查德国人啦。啊，伊若走出去，伊就枵死啊，像变安尼，伊规矩都要每一工食清饭啊，伊都等到战争结束就登营，当然不是很好嘛。这是战俘营啊，所以即摆问题来啊，在内底一个警卫甲里面的工作的德国人，从小的好朋友、好朋友啦，啊这。门口的警卫就甲伊好朋友讲：“啊，你这人啥物看法？我唔知。我自细汉都爱偷摕物件，啊，那见解我甲你检查内底，底下内底拢空空的。欸，这有事有蹊跷。啊，内底刚过迄个德国人就讲：‘欸，你别再干嘛讲哦，我们好朋友，我都袂甲你讲。我后来我不会跟人家讲，你讲，我偷的就是袋子。我甲你讲哦，这袋子唔是咱讲的塑胶袋呢，它在帆布袋一卡偌济，咱今晚买嘛一两千块，对不对？”啊，你每天偷一个袋子，一个月下来是不是三四万块钱？不得了啊！在这个杯十五刷不一样。你们听不懂呀？他偷的就是袋子。啊，问题警卫哦，有没有射钢哨？有没有射进来的？说你不能带东西进来，没有嘛？他只有射出去的嘛。啊，几百空手啊，出去炸街的话，像灾不让灾嘛？钢哨射错了嘛，对吧？那他为什么只注意袋子里面？他不去管那个袋子是不是他的？因为吼，长官命令叫你检查袋子里的东西，啊，袋子以外，叫用规管，叫用提走嘛，唔知啊。啊，台湾人叫你去选举嘛，啊，每次要等，哇，像赢哦，即卖是蔡英文还是马英九当选了，哦，就紧张，看票数上上下，台湾人是不是真嚣张？因为媒体叫你看这嘛，啊，结果规管拢赶走嘛，伊就因为在地合法化嘛，叫你去投票嘛，去选举嘛，知道了吗？整个袋子就把你拿走了。啊，甲美国讲，有啊，他们有民主选举啊。啊，我的政权就继续合法化，对吧？啊，你去叫用见面的人，谁在去导演的票？你跟你无关系啊！伊是支那人，他是另外国人啊。这土地上有两款人啊，就代志分帝国的臣民啊，啊，一个是中国人支那人啊。啊，那时候甲甲周子辉讲命运共同体，我跟你的命运也无共款啊嘞。我是比占领者嘞，占领者嘞，你是占领派来的人嘞，在兰州会。来下一张。哦，潘姐，上一张来，我跟你讲哦 ，priority 就是先后顺序，把你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起来。第一级叫 A 级证据 ，B 级、C 级、D 级。A 级的话是科学证据，越上面越客观，越下面越主观。越客观的东西像什么？基本的逻辑推理、进化论这些东西，物理性质，碳十四、半衰期、无电源有限；化学性质，氧，比如说铁氧化。立功界时代有人用使用多啊，潘姐哦，看你氧化程度。照证明公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铁？生物性质，氮磷外围共 DNA 哈。即卖科技就发达，用迄个 Q-tip 就是棉花棒，伫口腔内抹一下，放个电脑来电，都马上都出来。你的 DNA 几万对的、几亿对迄个 DNA 都照出来，排序拢照出来，马上可以知道你是谁。啊，再来第二集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甲历史记载够不够？赶快哦！历史文献都在贵亚国家，比如说签条约这块物件，那是不是一个国家的观点哦？那是贵亚国家一起同意某些事情签的合约，这块呢叫做 B 级的证据，或者哦 historic document， 像这个东西啊 archive 这个也是，但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经过整理的，有目标有方向。再来文字记载比较主观，比如说文化产物历史记载的时间啊、空间啊，这些按照记载，但是也在证据上比较薄弱哦。过来的是推论假说。像很多考古都是用推论假说方法达到来，
OK， 下一个好了。哦，像这 historical document 的历史文献是 B 级证据啊。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因只是要恢复当时的状态，他没有要解释历史哈。来下一张。啊，这就是 archive 就比如说我把十年之内杂志全部收集起来，但是杂志本身没有意义，它是收集资料而已，哦，稀集证据。来下一个，好，公的这样，这个你们自己上网再查就好了，这叫国家地理杂志，有听过吗 ？National Geography， 它的有一个 project， 它就有一个叫 Dr. Spencer， 也叫 Genographic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是做什么？让人哈在传宗接代的时候，你的 DNA 会复制。那复制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对的角角角传下去，都会误差。啊，误差的时候产生误差就是变异突变，突变细胞的话，所有对立加生出给你呢，都有 carry 带着同样的突变在他身上，所以你就可以追你的祖先呐。哦，所以 Dr. Spencer 就做了70万个样本，就抽了70万个就多哦，在科学来的做门个70万个 sample， 那是就多哦。哦，他就把全部人类的migration map 抓出来，就人类的迁徙图抓出来，狼是对多来。好，大家看了这张图，你知道人所有的人类哦，对多来啊，很清楚，对非洲那种裸爽哦，都有路线图哦。哎，你们有在听吗？啊，可是伟人说啊，徐老师，我靠，我兴趣是问对多来。好，我们对多来，来台湾对家啦，有一个叫 M174 啊。对家 M174 招在南也门，招在印度南部，啊，在马来半岛，哦，印尼，啊，台湾，到台湾已经差不多4万年前，本来是6万年前对家出来，4万年一到家4万多，哦，3万多年前到日本，啊，韩国北部再举例所谓的中原地区，哦，啊，在所谓的中原地区有多少人？你看有 M175、M123， 有中亚来，有中东来，有蒙古下来的，还有。欧洲叫一部分，还有南亚上去的，印度上去的，拢有嘞。所以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啊，支那人是杂种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它是一个大杂种，因为太多的人种叠来叠难嘛，而且是很后来的。谁是谁的祖先呢？咱是野周公哦。哎，韩国人说，恁中国人是对阮家起哦，中国人起个屁事，你就这韩国人对吧？拍谁啊？事实，科学证据是这样的啊。但是日本人、韩国人是日本过去的。啊，日本人其实对台湾给去，啊，台湾是对马来、印尼这边来的，啊，对的，为印度南部对非洲来的，啊，你知道哦？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 ，Dr. Spencer 在这个图画出来以后，讲一件代志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是记载在我们的下面血液来的。黑伯他都用人类一个文化给你骗，这是科学证据嘛？我刚才讲这是 A 级证据嘛？所以哪来供起来？变安怎？哎，台湾刚好上面平埔，刚好下面，哎，荷兰人、客人拢无呢？那刚我们这上面就 M174的后代呢？伟人是讲我讲客，我都变客人，唔是呢？你是 M 平埔族、高沙族的后代，自以为我讲了这个我就变客人，自以为讲这个变荷兰人，自以为讲这个变到什么人？不是的，语言是真不会例外呢。我们现在讲血统呢，你真正迄冻结起来呢，你伫这个台湾界生存了40000年，无跟外界接触呢。还是最近几百年，这些被改铁资源掠夺者在几百呢？掠夺者进来的时候，带着他的文化、语言、宗教几百呢？你起码现在物件是恁咱哎，数典忘祖是像，是自以为自己是支那人的人，叫做数典忘祖，你知道？北做一样，你去拜中国人的那是北做，你认为你我自己姓陈来姓林，那是个北做，那你祖先在家4万年前都到家了，啊，你反而去认你的后代去认他做你的祖先，我怎么在讲科学证据哦？我没有在跟你做情绪上的诉求，真侪人听着我就改叫的，拍摄科学证据出来，我把更加早的历史提出来给你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清清楚楚。你就没有原罪了，你没有去拜他的神伯，上面了不起了，那本来都不是，这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东西，那姓氏也不是，他们还属神啊，大清帝国来世姓啊，所以这些来的八爪章鱼，那些几项东西没断根的话，我们台湾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华人，以为自己是汉人，我跟你说，
汉人脑这块物件哦，拍谁？你定义汉人的 DNA 给我看。你把汉人的 DNA， 你说这叫汉人，这种 DNA 叫汉人，你把它拿出来看看，无法多啦，什么杂种啊，就这块的人在里底啊，清楚了吗？下一张，你看时间表都出来，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一万，按照它颜色深浅，什么时候走到哪里，连时间表都合理了。当我们有这个 A 级证据之后，我们再去回去看考古，看那些人类学家，他就清清楚楚了。下一张，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去，我在星期五碰到你，啊，你就叫我拜个好了。我在拜个拄到你，你就叫我拜个。哎，这句话很奇怪哦。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啊，这句话从哪里来？语出哪里？《鲁滨孙漂流记》的。我看过这本书的人，也就《鲁滨孙漂流记》，听给我啊啊！怎么只有这几个人？这我小阿弟啊呢？啊，不过讲这故事有人听啦。对，较早有一个白人坐船，哎，这本小说哦，这几个小说，伫1719年一直写好啊。讲一个白人坐船啊，遇到风难啊，船搁浅了啊，顶管人都死了了啊，剩一个，然后沦落到荒岛啊，荒岛有一个船顶管物件扣扣，伫遐搭一个树屋啊，对他。过足久个啊，好几个月以后，伊伫个当地部队的当地的一个黑人来找伊，还讲啊，伊都唔知影要哪甲称呼来讲啊，不，我礼拜五拄到你，我叫你礼拜五好了。哎、欸，是不是很好笑？我跟你讲，好笑在哪里哦？你要知道好笑在哪里，为什么好笑？哎、欸，你是外来人呢，啊，我黑人，我本来就住在家呢，是我甲你好命，还是你甲我好命？你有没有觉得很有点荒唐啊？就是白人观点嘛？什么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干掉。我新大陆顶岸老早都有人住在家啦，几啊万年啦。什么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就是白人观点，所以他现在不敢再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 ，Columbus Day 啊，连美国拢在庆祝这個，贵气拢安尼啦。那就是白人观点嘛，你在修正嘛。那是安尼，啊，台湾人干嘛？咱台湾本来有名嘛，是啊不？印第安人干嘛叫印第安人？不是啊，那是拄到白人才叫印第安人的啊。你本来底下生好好，相当来讲，我这我叫做印第安人，无啦。那是开始跟外界互动。啊、不要不然他们之前是 tribal， 是部落互相叫名字嘛，没有说针对整个所有的部落叫一个名字嘛。啊，台湾过去有什么名？跟某些名跟叫台湾，不是啦。啊，某些名这个叫 Formosa， 嘛不是啊。某些什么名？无名。咱过去无名，四百年无名，不需要有名字嘛。你跟人家不需要互动的时候，你为什么你在这个土地上自给自足？为什么要取名字？无嘛，迄是外来人几百料在讲，哇，美丽的岛叫佛摩萨，安尼啦，了解无？所以不要在字上面斟酌去跟人争一下，是台湾人无唔对，但是咧歹势哦，咱祖先唔是这名，无名。啊，咱经济较好听啊，叫佛摩萨袂歹，因为福摩摩萨岛上人叫佛摩萨，啊，台湾后边叫 Nese， 有无 ？Vietnamese 啊 ，Chinese， 我就猜后边一个 Ese 啊，佛摩萨对不 ？Australian 对不对？N 干么干 ？American、German、French， 那后边人卡迄尾音拢较好听，所以叫 Formosan 就较好听。啊，咱家己经济的嘛，因为以后要跟人家互动，名字自己选呐，不要太在意执着这个啊。这样知道了啊。来下一个，哦，你看毛利人来东寻根，发现家宝，结果你看考古学家历史家认为他们是从库克群岛、波西尼亚地区来的来源，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与台湾的原住民 DNA 是很接近的。啊，废话，这当然了。我的 A 级证据拿出来的话，他们伊都是对咱家企业嘛，当然 DNA 很接近呐、啊。但是贵企博基的图之前，大家说哦，很惊讶，说哦，那呢？啊，你看，一个发现，因为女生佩戴玉器，跟咱家跟咱卑南遗址出来玉器一样。废话，对家企业都来一样，了解了吗？当你 A 级证据出来的时候，这些都 fit into the puzzle， 本来是一个模糊的东西，现在一个一个那个架构出来，你就一个一个塞进去。补资料，我你知道了哈、哦。Hypothesis 补资料，来下一个。哦，那这个再说吧。来下一个，下一个。来，你看以前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像1920年的杂志的封面 ，March 三月，1920年三月像呢 ，Formosa the beautiful， 对不对？那时候叫红叫 Formosa 嘛，刚叫台湾，无啊，美丽的 Formosa 嘛。啊，这时候比利告轰炸台湾，伊告讲轰炸台湾，无啊，伊讲啊。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那阵叫 Formosa， 对吧？
成吨的炸药炸在佛摩萨上面，美军来比里高炸的啊，下午啊，那个 American 比里高啊 ，Super Fortress during 什么？来下一张，三番合约来的国家清楚啊，合约总不会改你欧北叫名嘛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啊，在澎湖啦 ，Pescador, Formosa， 刚用台湾，不啊？合约呢？合约不会乱写名字吧？下一张，好啦，各种存在感。外公哦，小朋友打出去，你我拢好啦哈。你刚出生的时候，那怎样你自己存在？你还怎样讲这世界来的有这世间有几我几个人？你怎么知道的？透过啥？透过与人互动嘛，对吧？啊，头一个跟你互动是谁？妈妈嘛。你生出来一种八对腰嘛，会好嘛？啊，妈妈就来啊，给你笑，给你起灵，对不？给你叫爸，啊，你就开始笑，对不？那出生第一个接触到是妈妈嘛，对不？啊，过来呢？哎，爸爸，阿哥，你那兄弟姐妹，给你让，对不？啊，你慢慢的怎样讲？我这个人很重要，我哪有需要一尊因的话，对不？啊，这样就慢慢形成也存在感，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自信心就强，对不对？自信心强的人怎么样？学习力就强，对不对？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竞争力就强，竞争力强的人怎么样？就可以贡献别人嘛，贡献给那竞争力弱的嘛，对吧？合理嘛。啊，但是这个一样，那打谁出来准？八到腰叠号，啪，给我伸出一背。那，啊，是什么状况？婴儿会吓一跳哦。啊，那长期给我爬，给我叠出一背，给你那叫啥？给我领地对吧？我看过去吼，我去幼儿园来对吼，带你那去办活动，给他们带食物、带游戏。啊，见个大龙生个就欢喜，都收一两个你那吼，都毕业都要考不出来。啊，干那个高钱啊，啊，嘴继续加些糖果啊，就是不要出来。为什么？你讲啊，就当作我不存在啦，都被毕业多搞，不爱和你怎样一叠下啦。后来我才听迄老师在讲，那迄种受虐儿，自细汉拢叫人领爹，啊，这都很低的存在感。我讲，咱台湾人拢是安尼啦。我是台湾人，对吧？你是我是台湾人，啪，叫人扇嘴巴，对吧？无当不光是扇嘴巴，过来讲你是中国人。我伫咧建构咱台湾人的生存存在感，讲我是台湾人，你讲一个很正确的台语，种叫扇嘴巴啊，不准讲台湾话，袂使讲妈妈甲你讲的话。你台湾人都是都虐待啊，所以咱基本拢是啊，包括我在内啊，受虐儿啊，咱拢受虐儿倾向啊，不敢站起来啊，不敢对对的事情讲什么意见啊，都受虐儿啊。啊，台湾人哪遐可怜？是咱家己选的哦，不是啦，咱战败啦，我们被人家战败了嘛，叫用领地啊，好家的起码会当起来，把你真正的身份抓回来了，了解吼？哎，够奇怪啥？更奇怪什么？你明明台湾人叫你袂使讲台湾人就算了，啊，佫互你冠一个叫中国人诶，啊？那个电话可不可以？你要讲手机到后面去哈，会影响我上课。外公哈，我告公姐告诉了，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哈，格拉森界所在很特别，伊是天然的格拉森呐哈，这信经顶管告诉，有一个所在叫做格拉森，啊，这所在是天然的石灰岩洞，你知道石灰岩洞，迄地下水吼。哎，固起来弄一窟一窟的，对吧？一坑一坑，啊，这个就很适合做什么棺材了哈。啊，所以人死了薄薄薄的蛋来的，就先去做棺材嘛。啊，久而久之，这些所在就变作很有名的坟墓场、坟场，那叫格拉森。啊，这村子就伫在格拉森边啊。啊，这来的你知影死人侪吼，下面有侪魔神啊、魔灰啦。我讲魔灰啊，不讲魔神啊，魔灰魔来出来魔灰的人真侪，哎，鬼也真侪。故而有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人鬼附在人身上的代志。啊，有一个人给鬼附身，啊，都就来的，啊，个鬼刚来种，啊，村子来的人干嘛啊，就慌，鬼去用铁链那个拔起来，结果没办法，一个把铁链啊挣脱，个走出去，个走在坟堆来的，每天来无穿衫来走来走去，啊，真麻烦。那耶稣来啊，耶稣来了，啊，这個、人就冲去耶稣头前讲，
哦，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的时间还没到啊，你那今嘛都来，是被搞关在地狱哦，我时间还没到呢。啊，耶稣也无该给讲话，讲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人刚起来，啊，伊讲伊叫伊讲我叫啥名啊？伊讲啊，伊讲啥呢？讲我叫做群，一群的群呐、啊。为什么叫群？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鬼也足多啦。所以他一无摘掉，讲伊家己的名，鬼替他回答问题。耶稣讲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哎、啊，鬼啊，拢鬼都造出来，对这人造出来啊，穷的猪群里面，结果猪冲下海里面的有2000头，又怎样2000个鬼啊附在他身上，所以叫做群呐、啊。啊，台湾过去嘛是安尼嘛，叫鬼附身，你在讲我是中国人嘛，你自己台湾人叫不出来嘛，现在是那中国人是鬼。流亡的政权不是鬼，已经死掉的政权是不是鬼？是啊，啊离开他身体的是不是鬼？是啊，啊也身体在那边呢、啊，啊台湾也不是野辛苦啊，啊就流亡政府啊，在那边去死掉的政权，死去的政权来到台湾，附在台湾人身上，啊台湾人要讲家己的名讲不出来，啊想讲家己是中国人，啊佫硬去啊去联合国，哦承认我是中国人，佫较好笑，啊中华民国已经死掉的政死掉的政权嘛。所以台湾人有可能无，家己名叫袂出来，啊，即摆真理出来啊，什么是真理？法理出来啊，啊，咱的身份恢复啊，所以后来迄个人鬼叫关照了，伊就醒起来，啊，耶稣叫把衣服穿上，恢复理智，讲自己的名字，就是台湾人啊。咱即摆鬼用我的法力给关照了，咱的名就出来了嘛。你正正当当的台湾本土台湾 M174后代名字就出来了嘛，对吧？现在知道了吗？下一张，像这样，哦，管鬼吧，啊鬼啊赶快关照，啊一时回咱回答不出来的名，来下一张，哦啊就这样，嗯，这是烂了、啊，这是烂了、啊，我每一个人呢、啊，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以后怎么样？哎，咱今麦恢复咱的名叫啥？啊，咱。恢复什么佛摩萨？我来讲本地无名啊，什么佛摩萨？那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嘛不是台湾啊，台湾后边再落去名的啊，我拄在在讲你是什么人啊？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干不是 ？M174的后代干不是？你是啊不，我未叫王子呢，我未跟你叫王子呢，王子身份是比较高呢。你不是干来台湾人呢，你是有国籍的台湾人呢。你起码国籍叫用悬置诶，比都没有国籍的人呢，你不是一般人，你让用难民嘎嘎机关啊，遐无自信呐，就可怜呢。我叫台湾人 ，more than that， 位阶比那个还高，叫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呐、啊。咱起码比日本，起码日本还阁做伊大兄，你知道？过去咱吼土地起码要做伊大兄呢？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大日本帝国下面的那个身份，啊，他跑出去了。因为他成立一个新的日本宪法出去了，哎，都可不等都等来，了解不？这他的身份就特殊，但是咱人叫用嘎嘎就可怜的，叫用难民嘎嘎没外高，所以你即马心态已经要转回来，给你法理都是有你扯的，所以你去叫看到两个贼贼窝里面的人，你都被教得像贼一样的思考，对吧？难民的思考嘛。艺术也看不懂，这也看不懂，国际形势也看不懂，一给人给人套在中文来的，我都套绑嘛。我跟讲八爪章鱼，给你抓个死死死嘛。拜人的神，讲伊的语言，对不？对人的神，结果你都不是啊，没有一样是你的、啊。所以日本人那时候来台湾，给你讲了，他合法拥有你嘛。日本天皇合法成为你的国皇帝嘛，天皇嘛。啊，那个咱对日本人的神是正常的呢，那是合理呢。因为这个土地是他的啊，阿兰多尔街宾馆那是日本的臣民啊，所以皇民化是正常的、啊，改变你的姓氏是正常啊。但是过去，哎，大清帝国对台湾是叫做殖民地啊，还没有把你当成土地，无跟你秀名名嘞，他是掠夺者，他不是帮助你那个人嘞。啊，当你把台湾变成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4月1号之后，那你身份地位跟过去是无关关，他在一起殖民地没有错，但是后来变成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照给那几了。如果那时候性质没有改变，没有今天，我们回不去，我们哪里都回不去。台湾人，台湾人是什么东西？真可怜呢。
你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地位，没有人承认说台湾人是一个国家嘛，没呢。所以你也一定要有国籍嘛，没有错，我们是 M174 的后代哦，台湾就是后来给的，被占领之后在人家给你的名字，囚犯的名字，不然叫佛摩沙、福尔摩沙、阿瓜扎伯米啊，哎，你的身份名正在我这儿言顺了，你名都在假料，你讲话在大声，啊，不然畏畏缩缩，我什么人，我无啥物知，台湾人可怜个。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搞清楚，你去看我们的高级班，你就不要看郡守那些人，每个人清清楚楚的，他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对吧？走路、吃饭、应对进退，就要改变你的样子啊！你几百家，你接下去就是高级班，高级班再来就是受我们的点招、法理训练，够够清。料你，当你法理清楚的人，你把就金起来，我跟你讲，你今天没有来之后，接受这种法理 training。逻辑上的训练，你头脑会更清楚，眼睛就会发亮，因为你看得懂历史啊，你看得懂外面一切纷纷扰扰，乌龙蛇道，代志拢看得足清楚呀。你清楚之后，眼睛就自然明亮。好了，下一章。那怎么办？好了，你知道你的身份以后怎么样？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哪个原点？1945年9月，我们宣布战败的那一天。那时候在这个土地上住的台湾人就是正港的本土台湾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的身份都已经确定了，你们有去申请身份证吗？证明我自己什么人，清清楚楚的，不会去拿流亡政府的流亡难民的身份证，不会，回到原点，回到那个战争那个点，重新出发，接下去啦，知道齁？来下一张。好啦，所以现在确认生存战争怎么打下去， OK，在法律上，目前为止，各国愿意为了结束战争而改采国际法解决纷争。OK， 我先不讲，今天时间不够，往下走，再下走。好，种族灭绝这个字，大家买也记。什么叫种族灭绝 ？Genocide。这个哈、哦，来我念，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什么？这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使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日，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哎，西班牙是一个强国吗？不是吧？哈、哦，都破产了嘛，对吧？准备破产去啊，对吧？啊，是安怎刚刚对中国安尼呛声呛安尼？啊，中国的回应嘛真奇怪，好像查拉去用警察抓到同款。好大你搞你啊，对不？没出息的，这怎么叫大国？啊，他照理说应该怎么样？要惩罚，祭出惩罚对西班牙嘛？结果伊嘛唔干，为什么？两个情况：第一个，一共也是熟悉；第二个，西班牙代表是欧盟，欧盟任何一个国家法院判的东西，欧盟剩下都会遵守。伊说要刚去加欧盟，唔干啊，规定的啦。啊，头前我讲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哎，中国人就假笑嘞。表面上讲，哎，熊猫给你保育，讲哇，这是即将灭绝的种，我们中国人怎么样给他们？哎，拍谁哈？啊，人你哪不要去保育？西藏人都存不偌济，你搁啊灭掉？你搁大量的中国人招来这边给拦？所以讲伊假笑啊，假惺惺啊。一方面，你对动物好像很。保护一方面对人要灭掉，西藏人要灭不了，灭掉不容易啊，对吧？你改变西藏人的语言嘛，你大量人口就去跟人通婚嘛，到尾啊，因的下一代是不认同谁？你讲话都讲我是西藏人，讲不出来呢。所以西藏人在流亡嘛，在走去印度德兰萨拉去，另外搁做一群人嘛，那个惊叫灭掉嘛，过去台湾人的北部嘛是啊，赶快嘛，卖叫外星人哦，有无？有听？妈妈讲卖娶，卖叫外星人，为什么？那是叫。种族被给我灭掉的最卑微的一个呼求呢。你知道这群人来，我跟你讲吼，你台湾人也当去给我美国人，你也当给我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拢会使，你也当给个澳洲的、非洲的拢会使，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你都偏偏没在给我中国人？为什么？其他人对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了、啊，我被给你夹起来了。其他国家是真的爱你，他跟你结婚吗？啊，村内不是大量人口被给你拦嘛，入来跟你通婚嘛，
我请问你，你父母亲如果有一个是对中国来，你以后认同谁啊？问你讲是唔台湾，我是中国人，我嘛是台湾人，假笑，没有，他就失去他的认同了呢。在第二代、在第三代，料都无去啊呢。所以说，台湾的父母亲也会紧张嘛，因为这种建白、这种建那料，人家大量人口几百万人来台湾，跟你拦嘛，所以北部也紧张嘛，就说哎，卖穿卖给好不？也是本能的反应，以说明头脑没那么清楚，但是本能的反应呢。那么 M174的后代，美国你哪会容许容温这两百万人安尼拦？我给你改列一言哦，下一章。我跟你讲哦，这犹太人那时候在种族大屠杀之后，他对这个很敏感。600万犹太人被杀了，他从其中有一项，我先不讲太多，很复杂。哦，这是联合国 Convention for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Genocide 就是种族屠杀哈，其中一条 ，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强迫把一群的小孩子送给另外一小孩子教育。那基马德西啊，我们小孩子是不是送给支那人教育？是啊，老师拢是支那人呐、啊，甲你教支那语言呐、啊。咱顶一代去用台语啊，精英被杀嘛，啊，下一代又送去给他受教育，这不是种族屠杀是什么？台湾人对自己都没有认同，啊，个寻工改支那人，改自以为是中国人呢，自以为是汉人呢，自以为是华人呢，这都是种族屠杀、啊。你明明是 M174后代，在这边已经40万多年啊，国籍也确认的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教育？这违反人基本的人权呢 ，human right。美国你很强调人权嘛，那我跟你讲，这是人权要坚守的地方嘛。你叫我去当兵呢，还叫买武器呢？该怪语言呢，该我的国籍耶，叫拿你的 passport， 拿你的身份证呢，这东西符合这个啊，包括受他的教育啊，当然都在测给，要知道这个情况严重性啊。下一张，啊，但是哦，你看他讲，当然不会反应，为什么？我再讲一个观念哈，贵旗哈，人给入贼哈，这个部落对吧？啊，部落通常跟其他部落修台，修台目的是什么？被抢对方的资源、水啦，还是偷地，对吧？啊，通常把对方赢过了，就把对方拢抬掉了，对吧？啊，把人当部落的酋长逃夺起来，对吧？拢是安尼嘛，对不对？以前部落形式的杀来杀去拢安尼嘛，啊，结果部落安尼就愈来愈多嘛，是不是？愈给愈多，愈都变成小的 kingdom 嘛，小的王国嘛，愈大愈强嘛，啊，后来变成国家嘛，啊，国家愈给都变邦联嘛，大英国。联邦嘛，你说刚刚怕，还打鬼给坏龙招到出来，没有人打得过大英国协哦，美利坚合众国干不起 ，United States 嘛，不同 states， 早期13州，最后路搞得多嘛，这就是生存战争啊。但是在这生存战争发生一件事情，过去安尼甲你抬了了，伟人跟我安尼敢对，啊抬了了，迄土地嘛是要人去竞走啊，啊我人又不够，要派人去。好辛苦啊！规矩安怎？甲恁较敖较巧拢抬了了，会甲我相拍拢抬，剩的老弱妇孺留来继续给我种田。啊，时间到我甲伊抽水，知道吗？咱过去台湾的几百条精英台湾人精英拢抬了了，剩的你我都是资源回收人，活到今天嘛。我甲取个名字叫做资源回收人，本来是资源被丢掉的垃圾，你妈捡到回来使用。啊，资源回收人像迄款黄色小鸭，你知道？资源回收人是什么？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这是他每天的生活。啊，咱过去隔壁一个资源回收城市啊，叫做香港啊。香港人拢是安尼，过去有英国统治嘛，殖民地嘛，啊，你就伫遐努力赚钱，啊，时间到，总督甲钱摕走去啊。啊，几十年了，换作中国收倒转来，收倒转来，中迄个较早邓小平讲，舞照跳，马照跑，好不好？就是甲你做资源回收城市来使用啦。啊，这款人对下人拢无差啦。啊，结果即马叫伊唱中国国歌，一阵跳起来，袂赴啊啦，他跳拢啊，拢啥，拢走去移民了嘛，对不对？跑到加拿大，跑到英国去了，对吧？他跟我较抓，无较抓啦。那一群人还是资源回收脑袋，告当地，所以资源回收人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伊跟他讲，爸请我喝，爱得喝啊。我讲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啊，就这群人啊，大部分的社会拢这群人啊。阿就搞啊！啊，他对自己是谁不在乎，啊，什么国家拢当用伊，你知道？啊，没有国家认同，哦，啊，咱边仔人拢是这款的，啊，这款人的
哎，你们如果想上厕所，自己自行去哈。我继续上课，因为时间不够。来，这群资源回收人的组织是谁？猪狼下狼。啊，后来跟我媒体。哦，那资源回收人的记忆有多长？刚才啊 ，memory， 他的记忆力有刮灯，你知道？媒体多长就说他多长，比如说三聚氰胺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洪仲丘案子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过了，新闻不再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干不起，你每天就去看电视啊，啊，他叫你去买什么你就去买啊，哦，现在什么最夯？现在要看黄色小孩打了鬼迪诺基，现在是哪个演唱会打隆基，对吧？媒体是操纵这群资源回收人的发号施令的头嘛，媒体呀、啊。你大部分时间在看媒体，咱在座各位，你等级白大哥跟黄色小鸭哦，哦，不可以再看这种东西，你是法理训练嘛？来下一个，哦，讲到这边又有趣的又开始了，有的人讲说徐老师卖公要贼了，我这辈子哦追求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啊，自由、幸福、快乐了，真的、啊。我这辈子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啊！我起码住地堡，开跑车 ，Lamborghini、Bugatti 的跑车，这样就够了、啊，我很满足啊！啊，他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看他海啊，你看你立了谁闹谁干呢？我来讲哈，我讲一个故事比较好解释。厦门街一个医生哦，他说我以追求赚钱为目的，这医生你敢去看？不敢嘛？是不是？是什么医生啊？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你敢去看？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他说我以服务病人给他最好的治疗为主，就像医生就治好很多病人，因为这样他很多病人，对吧？因为很多病人，所以他赚很多钱，对不对？顺序对了嘛？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弄错了。你要得到那个，要透过，要不然自由、幸福、快乐，我跟你讲，嗑药也很快啦。啊，你要么鬼去嗑药，马上给你自由、幸福、快乐。你天天磕，天天快乐，快乐一辈子，要不要这样做？不对嘛！你获得这个的方法手段不对嘛？台湾人都是这样嘛，只管有没有用，不管对不对嘛？所以啊，一大堆人在做什么？三聚氰胺呢？啊，钱都收来的，有通收啊，有钱哪谈？插出来一个戏，手段不对嘛？哎，有的女人说啊，这个男生看起来可好像可以给我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啊，就结婚以后，这个不怎么样，赶快又离婚又换一个。啊，这个也不行，再换一个。啊，你干嘛丢？不是嘛？结婚的基础，两个人互相相爱，愿意胼手之足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啊，爸爸做好爸爸的事情，妈妈做好妈妈的事情，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坐在桌子前面一起吃饭，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当你所有的顺序都按照顺序来的时候，产品伴随而来嘛。这样子你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个东西嘛。手段要对啦，不能不择手段呢。台湾人就不择手段嘛，你再开什么好车什么？来下一张。哎，这阵的人说我可以开跑车啊，我可以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很自由啊。可是你叫奴隶了。你住地堡开跑车，但是你的脸上写的叫做奴隶，你小孩子接受到奴隶的教育了，所以你怎么不爽？你几万人上街去抗议。永远改变不了什么 啊人家够卡工永远当你的主子，对吧？所以秘书长要讲给嘛，一条石头放在这买当做你长啊，也可以来统治你啊，当你的总统啊，当你的市长啊，都可以啊。一条石头呢？为什么他们是要统治阶级啊？叫做奴隶阶级，对吧？你够卡好给阿里买起奴隶了，你翻不了身了。啊，我们后来是怎么样去抗议啊？我们去告这个啊？哎，你别给人搞。这影响力是我的主要占领全国，你应该直接来统治我啊！为什么叫这点人来？所以把这个弄掉了，我要恢复美军直接占领呢。妈，压过这点难民给你管嘛，对吧？我们恢复我们的身份嘛，在网上嘛。那了解哈、哦，知道吗？你再怎么自由，也是奴隶的自由，就在这个阶层，永远跳不去嘛。你五十万人抗上街抗有什么用？你改变了什么？啊，可没撑开吗？还在那边投票吗？还试图要改变什么吗？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啦，你没有从根本原则法律上着手，动不了任何东西。来下一张。哦，我阿吉，哎，我再看看。哦，所以台湾人只在某些方面一直往前走，
可是一些基本的水准都掉了。比如说，咱讲讲艺术，停留在几百年前，对吧？咱对法律观念嘛，大家。那我们对宗教观念停留在黑暗时期，为什么我要讲这個？我等下2000年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去高南港科学园区的高科技的所在，啊破土典礼的啊，徐顾问你来，哦啊参加我们的，我讲你要创啥？拜拜啊，啊拜啥？拜后亚弟啊，我们要破土啦。我讲为什么要拜那个？他的入境随俗啊。我讲什么水族？我无得对这些水族，我都造啊！啊，你这样不行啊！我操造你！我讲你们在座的各位大佬哦，每个科技公司老板、头家，你都是什么？都受过国外西方教育的，那也可以拜这個？我无得差不多，我人都造啊！你看我们的宗教观念还停留在这个黑暗时期，用神鬼来吓人呢。美国人无得拜这個啊，他不是全世界上强国，啊台湾呢？都受支那文化影响啊，你知道这种拜鬼这东西是结连到帮派、黑社会，拿给你好处，换取不当的利益。他是从这种小地方在训练你，什么叫做包红包，什么叫讲做非法的事情，也可以透过钱的方式来解决，换取不当利益呢。透过机关红色呢，宗教已经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部分。你看，当地大姐也受过好的教育的。啊，你为什么把你这么重要的人生的事情放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你不要想一想哦，这值得我们想。我们的宗教的认知还停留在什么阶段？所以你这个没有走出来，你永远接受不了新的教育哦。支那人外公八爪鱼有这几项物件，其中一个就是宗教，这款形式的宗教把台湾人抓掉掉掉。你们要小心。那一步一步讲，宗教虽然是人的自由，但是你受过现代人的思考训练的，你要重新下判断，重新再审视你到底在信什么东西。哦，任何东西都要接触科学的证据的训练呢。任何我不管什么宗教，今天我讲西方宗教也是一样，拿来我们逻辑思考去下判断、做决定，对吧？你不能通过这个这一关，怎么过得了什么黑暗时期啊？西方国家就经历过这一段嘛。用科学来检视他的宗教嘛，所以过去那中古世纪那种奇怪宗教就不见了嘛，已经没办法接受科学洗礼的宗教就要淘汰掉啊。人的理性不能通过的宗教怎么可以再改？就留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呢？那么进到现代社会啊，那可能过呢？了解吗？哦，这个方面，那我淘宝给哦，你还是被他们丢掉哦，姓氏、语言啊、宗教哦。来下一个。哦，讲这越讲越复杂，我们初级班要不要讲？这高级班的，先讲哦，先讲，但你几不能也不要都讲。来，下一个，我讲日本的，来下一个，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没有史观，更不需要传承，因为对于奴隶而言，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奴隶不需要计划未来，未来掌握在主人手中，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奴隶怎么向前看？为了手中捧的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奴隶总告诫他们的后代说：“想遐侪要创啥？会当食上实在。”哎呦，台湾人，哎，你有吓一跳？就对台湾人安尼讲的，会当食上实在有啊？有当好过上实在，就可怜的。下一张，先不管这个。来，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上课，是要安尼哈。在时间点上面拉长台湾人的史观时间，拉到40000年哦。在空间上从不同的观点给你切入，在 M174 的生存角度来决定观察角度，从海岛立场来看台湾，怎么去解读历史解码来解读你手边的资料。OK， 错误的认知会给 Formosa 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来，这样，下一张，好，这时间点，我把时间就画那个长度哦。40000年前这么长哦，真正西班牙、荷兰人占遐长尔，大清帝国这200几年安尼，大日本帝国到前来是哦，时间点来下一张。较早伫大清帝国一阵攻咱台湾，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对吧？为什么换？你不要惯嘛，懂了嘛？该你换下一张，来下一张拍整哈，来，你看这张图台湾会捌的嘛？我们看了好几天嘛，对不对？右半边是萨德巴，因为不点一下得供的嘛，啊，
不是他在管高沙族的。啊，你知道人工占台湾对吧？你知道他土地多少吗？啊，那里啊，笑死人！那个郑成功叫的占台湾，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历史被扭曲了？给你写足侪故事，结果他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大，啊，其他都不是他的。他说：“徐老师，你怎么证明？”很简单，郑成功来台湾的到底有多少兵丁？他的每年预算多少？军饷发了多少？他派多少人在哪个地方设据点？干部无嘛？你都没有证据啊！你没有数字跑出来呢？我们数字会说话嘛？哎，你是哪里拨款？你拿来的钱是从哪里来？当做个鬼道？不可能嘛！占台湾就占台南嘛，也台湾就是台南的，台南富强富金那里啊，就这么一点点呢、啊。一个占台湾啊，历史下鬼大堆，结果加一些荷兰人，而且什么啊，西班牙人，大都王国。看这样吼，《热兰遮城日记》嘿下，热兰遮城就是西方的贸易公司，短时间哦，统治台湾的，做所有的全盘了解，都要生产什么？那时候一斤米多少钱？哦，山有多高？有多少座山？什么名字？当地使用的语言下，他还翻译当地的语言哦。一个贸易公司对台湾做这么彻底的了解跟研究，结果你这个郑成功下面拢无做啊？你没有啊？你没有在经营这个地方啊？人家任何西方一个国家，它的高度应该对台湾做这么大，所以你去看这日记里头有最多资料，是吧？所谓支那人的历史写起来大的吓人，但是对连最起码的人口部分从来没有正确的记录。自问明郑王朝统治人口有多少，军队有多少，编制如何，识字的有几个，够不够统治全台，税收军饷如何发放记录，都没有啊。啊，你就给你讲故事，规矩就给你写给你，不能乱编的啦，要有数字啊。人那热车人现在在荷兰，都整塌的资料都在那啦，没办法让你随便乱编的。好，来下一张。啊，过去你看，连地图都他们画了，福建省大原地图，也精确度远超过杜家业。哦，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再走。好，那这样看一叠哦，我把它补起来。补哪一块？日本人一叠了。我们过去五十年，大日本帝国台湾历代总督。那些还没回来，叫他们尽快，我要开始进入日本的历史了哈。还是休息几分钟？你们需要？很快啊，还是我就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啊 ，OK， 好，来，我直接念哦。你们当中有学那个行政管理的哈，你听听看，一个帝国怎么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做哪些重要的关键性的事情哈。来，第一个，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这种照片哦，我在看几啊张机关也无去啊。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开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副省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番制度、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明治29年1896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OK， 你看95年96年，妈熊的临时法院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公益制度创始，国语学校预备。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他是10月14号到隔一年的2月26号而已。三段警备法、阿片渐进直接执行哈，民宿调停、医院设置、台湾伸张条例规定之新高山的时候命名，获得台中伸张，它是一个制度啦哈，颁授伸张1000余名台湾人简要日记。OK， 明治30年1898年，第四代总督儿玉元太郎，那时候主要是后藤新平哈。警察司狱官养成机关设置，保甲制度，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大小租权地方规制，基隆跟高雄港主港工程开始，全岛铁路道路建设。你起码得讲1898年的时候台积哦，哦残烛废纸，别再把卡啦糖业啦。好、哦，来下一张。OK， 日本帝国迄阵被拨来台湾的预算一定要有数字，大帝国议会通过预算再拨来台湾哦。加上我下1亿2000万，他的军事费用多少多少份，那样去查哦，上网直接去查就有了。到日本帝国议会资料来这里当查哦。来下一张。哦，好，佐久间佐马泰，然后大正4年第六代总督安东真美，大正7年第七代总督明久，到时候会跟我们有民政委有很大的关系哦。这个人很特殊哦，台湾电力公司创立哦，然后
田间次郎这个我要特别讲哦，他那一年皇太子殿下几百来台湾视察哦，他就坐台湾环岛铁路哦，在西部干线这来啊，那时候有一些台湾人哦，在日本来留学的话哦，下坡叫天皇说卖来啊，叫乱了卖来，结果田间次郎讲了一句话哦，他回的信来下一张。台湾思想之恶化，盖系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数人，特丹在多少请社会主义，对啊，那时候去日本读书，变过社会主义，哦，未到危险的程度，一般人民及其忠实顺良，敢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哎，一对台湾人，那时候日本总督对台湾人看法就温顺善良呢。该阵大清帝国讲，你这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那是差就这呢。差在哪里？人家你管理的好嘛，台湾都并受顺民意，就这么简单嘛。没跟你换了，想到没换，你记贵啊。一种也来下一张。哦，这个特别哦。1920几年台湾人都安内了，穿的这么骚包啊。外公，你们在座的女童星哦，谁穿这种法国巴黎定制服的？哎，你们会看衣服哦，女生会看衣服哦。你看，哎，这什么时代？1920几年纱裙安内就骚包呢。一个发型，你看一些装扮，就时髦的嘞，连今麦看起嘛很不错嘞。啊，你看这男的英不英俊？这叫做杜聪明的，杜聪明啊。哦，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去做院长的，对吧？哦，杜聪明啊，这个坏蛋呐，这叫黄朝勤呐。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都是伊啦。后来去南京，我带回给你资料看哦。啊，这看到我亲戚啦，那个干妈说到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来下一张，咱今麦在讲1920几年的代志哦。同学录我提出来给您看了，哦，你看颜水龙美术，哦，塔比索，在 Florence， 哦，意大利，哦，颜川吴杰对吧？干妈说 University of Columbia 有没有？黄朝勤你看，因为一定要有相片对不对？结果他的工作是什么？南京政府外交部哎，台湾人哎。中国，卖讲台了，中国那些国家，南明清武都无人讲台了，哦，南京政府外交部，那都不要讲，那是中心的台湾人嘛，新共一个，对，的反日分子啊，哦，对咱讲是唔对的，啊，这林献堂啦，你看，这几个出名的人东西啊，来下一张，哦，咱登来这些公仔，啊，我看相片给你们看，因为待会要看影片的哈，哦，来下一张。哦，这历代总督打到狂，来下一张，到19代。哎，好像不是这一张照片呢。那个，我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档案？是这个吗？不是哎，照片对吗？你先走，我看照片对不对？有没有新的照片在里面？来，往下走，我来看照片。有没有？哎，好了，我先走走看，然后待会再跳。你准备另外一个档案出来，我看另外一张照片。看在哈1800多少年的时候，一直人拢，哎，中国人来台湾弄做起来，起城起庙贪污抽水贪污，就这样子啊，起城起庙啊，他是没有什么，你待会再跟日本人的建设做一个对比，我今晚给当时一直的照片给你看，哦，起城起庙抽水贪污，你也记得这几字了哦，起城起庙抽水贪污，来下一个，来下一张，好，一张，好，起城起庙。他不，我说他是掠夺者，他不是一个建设者。来下一张，哦，他在马街来台湾一阵，那个皇后旅馆，马街爆出啊，哇，那整个马街医院呢，传教诶，丢了告诶，马街博士来，乌加拿大裔加拿大人，在美国 Princeton 受教育，然后来到台湾，1885年的时候来台湾，啊，结果传咱家北部做的差不多，啊，后代就在这边生活，一直好几代，继续都红诶，台湾，哦，下一。啊，这是马街，啊，以前跟咱呀，坐一个桌顶啊，做些食饭呀。来下一张，哦，跟咱班吹气，哦，那时候台湾人平均寿命几岁？你知道吗？35岁，就早死的，平均寿命35岁。哦，什么病拢有，少年啊，30几岁就做阿公啊，啊就死啊，就是安尼啊，很惨的。啊，后来医疗慢慢改了，啊，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啊，唔捌字的啦。马介博士做一部分了，啊，哦，啊，来主要的改变日本帝国全面给你改。来下一张，哦，但你我给你们看了几张照片，哦，我从下面资料来，我们对照片要负责任，从人家那边拿就跟人家讲，给他 credit， 哦，该说哦，这是
跟哪几个单位拿。下一张，谢谢他们哈。来，你看，本来台湾小学到后来就不能来了，本来不是智人是多数，半级也不贵耶。到来1943年前，全台湾小学共有1099所，小学生我这样看，93万人啊，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达到普及率71%，迭起不难空地来的，教育普及率哦70%，全亚洲只低于日本，已达先进国家之列。OK， 台北帝国大学在1828年设立，日治时代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相当盛行，1945年统。曾留学过的台湾人一共有20万人，我跟你讲，就是帝国才壮，20万的台湾人出国留学，20万人，20万人呢。我刚才给你看那个照片，我就讲当时的台湾都是这么烧包呢。帝国啊，以前开过帝国博览会啊，在台湾啊。哦，来，这都有统计数字，都有表格啦，太多资料在这边了。来下一张，我们走照片好了啦，那个。阿康，走照片，我们走看，我看是不是上次给人的照片？哎，不对，再走，皇后旅馆走过了，来走。可是我后来有一些新的，这个照片的后面应该有没有新的吗？刚刚那个的后面有没有照片可以稍微看？没有，没有就回到这个。好了，那就走这个好了。主日学，哦，阿珍马杰博士，来再走，哦，来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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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淡水，那都叫淡水，来再走，再走。在讲，这是什么？卡早我今麦在讲1895年，就不难来进去哦。在讲，哎，槟榔西施啊，哎，阿妈在卖槟榔啊。迄阵无咧美丽的小姐卖槟榔，不，我还讲，你若要叫槟榔要搞迄毒，伊都食槟榔啊。一方面食槟榔，一方面卖槟榔啊。啊，你要叫杜绝咱台湾食槟榔坏习惯，真简单啊。啊，就请阿妈来卖槟榔就好啊。不要打扮得漂漂亮来骗人的啦，马上就会停止，马上吃槟榔人口会下降。来下一张，槟榔西施啊，这西厢重道，这是牡丹社事件的时候照片。下一张，哦，那时候咱来国潮做一下，出草对吧？出草是啥意思？把人的头剁起来，哎，出草啊，日本人家讲，未使搁出草啊，啊，来下一张，啊，那时候北板川恭亲王误。奥迪几百台湾一尊，1895年几百，八宝几百。来下一张，啊，这下他在国帅哥利用征服了，按那些武士勇士啊，拢加贵的啊，弄有些德国顶上拢挂上，那种狼头，那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哦，这种狼头。来下一张，哦，这一年高沙族的庆典呐，一尊那些高沙族的神拜庆典。啊，庆典的时候小朋友都很高兴，对吧？啊，看啊，老人啊，够日本的军官嘛，在遐。啊，你看那妇女在遐跳舞嘛，跳舞那阵手拢提几条啥？对啊，拢狼头，拢提狼头在遐庆祝晃，狼头，迄拢人头啦，迄拢狼头。我还讲，我顶界我还问啊，个迄高潮主播讲讲，哎，狼头，哦，对啊，你想清楚。来下一张，哦，爱的教他怎么使用武器，哦。漂亮，高沙族日本军官盖一样的使用。下一张，哦，很漂亮哈、哦，高沙族的女生，1920几年一尊，很漂亮哦。你别再用这尊去想，那尊1920几年啊、哦，来下一张，哦，你看，一尊日本的军官弄的顶冠，如果啊，这种头目哦，目前拢各贵族的头目，你看两只脚中间拢更像，黑龙狼头。那时候平埔族北埔族去用3000几粒狼头啊。日本人来的好像是30-40个，哦，啊，让头拢给剁起来，出草啊，迄种出草，你看，弄起来就让头来下一张，哦，被塞进裤裆就塞里耶嘛，要警卫在旁边保护，要不然洗个澡，人头就没有了。来下一张，啊，这个比较惨，就是那时候国小，那时候日本人实行教育嘛，有幼稚园什么，啊，在有一次校庆的时候，所有的高沙族的人就冲进来，把人都杀了。啊，多多有一个日本的老师，把詹妮娜唱 A 的粪坑来的，他唱掉，他、啊、逃过一劫。啊，村的照片就很残忍，我都无坑，啊，坑这是生还者的照片，哦，小朋友生还者，啊，粪坑来的揪出来的。下一张，哇、哦，接受教育，迄阵都开始被欧北太郎嘛，你人受教育之后就有知识，有知识的话就改善生活，改善生活整个都是改善哦，所以对
分代沟几百一寸，就是做这种改变的动作哈。来下，哦，你看小孩子接受教育，来下一张，哦，第八联队空军几百啊，下一张，啊，接着小朋友开始画画了，我可以有无啊？今麦开始有蜡笔教他画画，好，来过来，哦，第八联队所在，好，来下一个飞机空几百，好，来下一张，这都一样。这是总统府啦，什么总统府？一直都无总统啊！咱当时有总统，台湾当时有总统，无啊？总督府顶多这个不是总督府，这台大医院啊，一种叫台北总督府医学院的、啊、哦，建筑。来下一张，有水不？啊，你看，来来来来，第三高路的女生都有气质啊！拜托、啊，你们日本时代大家是情商够特殊，又有气质，受好的教育，帝国的教育。你看那个。样子就都不敢换了嘛，对不对？阿兰基玛可能难民教会变成扁了，真的，真的，你待会看照片你会更伤心，台湾让你更尬尬变那个。下一张，你看铁道旅馆呢、啊，你看有水不？像欧洲一样，像欧洲，我基本也讲台湾哦，我基本也讲台湾过去哦，日本时代。来下一张，你看，你看下，来下一张，来放大一点。第一女高上裁缝课的时候。哦，1920年、30几年，来下一张。哦，那时候打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到街上来游行，哦，拿旗子。下一张。哦，游击队的，那时候幼稚园遍布全台，哦，每个城都有幼稚园。来下一张。来，现在都一样。哪里？台北工会党啦。哦，来，你敢讲叫中山党？哎，欧北好名，自那难民来又来讲，叫中山党。没啦，台北工会党是台北市民每一人搞一块起起来。好、哦，来下一张，来公卖局、哦、下一张，对啊，台大医院嘛、哦、来下一张，哎，军乐队、哦、下一张，你看他在工会党的内底有水无？来，内底拎起哦，迄阵都拎起哦，来下一张，你看外观大礼堂集会所场所两层楼，啊、哦，来下一张。你看伊个餐厅啦，咱即马阁输伊真济咯。你看他餐厅的那个碗盘，他怎么放的摆设的方式，这就是有厨房就有厨房该干净的样子嘛。这个柜给他查下子，你看撞球桌，撞球桌啊，餐厅啊，西式的、啊。咱即马一共1920几年的代志哦，来过来，那个再走，三线路那时候都市规划，三线路，三线路就有快车道啊，球啊，啊那慢车道。三山路，台语嘛一条歌啊，什么夜色照在三山路，有没有？来下一张，就讲那里棒球队，台北市的华山国小对南门国小，你看那个叫南嘎嘎呢，就可怜。咱日本时代都，你看有队服，什么用棒球去攻那球头，那是难民在做的代志。那一阵已经有队服，有球帽，有每个人都有手套，你看鞋子有鞋子，棒球球。对齐，不是球棍，那棒球棍，那专业，不是球棍啊，不是现在棍子，那是棒。那所以那时候那个棒球水准是非常高的哈、哦。你看一清穿的衣服，下一张，你看这种嘎嘎啦，形容红叶啊，可怜难民啊，这是难民。有难民关那个病都倒退路啊，倒退路个病难民在打球的方式。台北市公车，那阵日本时代就有台北市公车啊，那、哦、个排队啊。不会不排队的、啊，难民来不排队，来下来。台北车站贵体也贵体，前身在前身的台北车站，来再走。台北市再走，一高山旅馆来再走。对啊，他在建中的学生呢，建中的学生就派就有气势的，你看，未曾经嘛建中大白镜，排珠包啊，每次讲了呢，就这样呢。OK， 下一张，哎，这都一样，好久呀。没啦，台北市馆前路走到尾啊，台北博物馆，无只228啦，迄个台北博物馆啦，日本时代，咱只讲日本时代就起好啦，啊，拢嘛日本人起啊，即卖建设大部分拢日本人起的啊，我继续过你看，来再走，较早日本时代就是安尼啦，台北的银座嘛，衡阳路遐附近嘛，下一张，搁怎啊？你看空中俯照图，总督府，来下一张。你准到安尼，这不是最近的照片哦、喔。麦克个总统府啦，总督府啦，那个无总统嘞，你看，
下一张，来，过来下一张，来盖，这是美国《时代》杂志一种的台北车站头前，你看好水哦，你看人的穿的衫，哦吧，大衫，旧气质的呢。来下一张，就这样，明治桥，哇，中山北路行到尾要去银山的明治桥，来过来，哦，来再来，哦，再走再走，台北台湾博览会，你有看了，一种就是安尼啦，来过来。台湾博览会，还阁走？你看，迄阵台湾人是安尼穿嘞。来，再走，这就是新公园。来，过来，台北公园。啊，在后来的台北车站都变成嘞。你那个记，有些人应该还记得，后来台北车站这样嘞。哦，来下一个。哦，啊，这是偏这是哦，迪化街一饼啊。来，再来，过来。你看，卡在台湾人啊。大学生就怕哦，就怕哦，还有你看金烧包你看呢，来下一张下一张，你看日本时代都跟他日本人穿的衫一模一样，日本人啊，那是日本人啊，假婚林家碧啊，来下一张，啊是啥？伫台北工会人来办国际国标舞比赛，国标舞啊，你知影国标舞无？哎，你看迄阵恁。阿公阿嬤阿祖的衫呢，穿安尼呢，你们现在还输给他，我跟你讲。你看，你穿衫，男生穿的，你看，女生也穿的，你看，这都有头章，你看，这个型，你看，拜托，输真多啊，越活越回去。下一张，橄榄球也是要穿制服的，没有人穿内衣打橄榄球了。来下一张，你看，大家成长得看病，来下一张。啊，再走，再走，这是这样子。你看，看在幼稚园哦，这个是更加早进前的哦，早期这竹东的所在幼稚园，竹东哎，这国民党内底有讲所谓的偏远地区无啦，一到竹东有幼稚园啦。下一张，新竹火车站，来过来，台中，一阵就是安尼啊，台中公园过来，台中一阵下岗一阵军营的啊，啊、哦，吃饭的地方，来下一个，台中都一样，这台中呢？绿川啊，绿川啊，是不？来过来，带你往外看，那个都市规划有没有？街道棋盘式的出来了，下一个，来再走再走，那走快一点，来这公会堂，来这是天皇陛下哈、哦，他的爸爸，现在这一任的爸爸，他来台湾的时候，来下一张，后面有那个俄罗斯不同啊，台中市大正町，搁行，台中市市役所，来搁行。你看，袂紧张。迄阵香蕉出口，你看他们穿的衣服，你还讲你阿公迄阵衫穿的多体面啊，没有人在穿短裤、夹冰冷安尼，不温薄呢，都这个样子呢，超有气质吧？来，再走，三线路台中呢，来，搁行，小京都之称。你看迄阵的台人，再走，你看台中神社，台中神社，来，再走，你看。台中神社来祭典，来过来，你看，一阵台湾台中神社，来过来，一阵你看卡哇伊，你看，怎么穿这样的神社啊？信家神社，你知未？对啊，过来，跟日本人赶快来，台中州厅，来过来，台中州厅，你看我睡不？哦，台中火车站，来过来，你看过来，知事官邸，你看，来过来。台中绿川，哇，睡吧，来再走，再走，你看，丰原家政女学校上课，你看，来再走，再走，哦，江南大郡起工当天的照片，来现在再走，阿里山神木过来，哦，家中家中打那 Kano 棒球，家中很有名，打到日本那个甲子园拿第二名的那个，来下一张，来再走，阿哥呀。哦，嘉义，这嘉义来过来，我全台湾弄你走透透哦。嘉义是荣丁，过行，你看街道有水无？来过行，神社，嘉义，哦，这嘉义来过来，这外讲彰化水源地，迄阵拢自来水，每一家都是自来水啦。这个水源地储存水，还要分配到每一个家，所以这雄关的是在水源地。来过行，哇，来过行，啊、哦，来这种台南，这是叫台南过来。你看，就像台南女中的女学生呢、啊，台南女中，你看
清一色，干干净净，鞋子白下下，头发整得干干净净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来下一张，哎呀，台南，来再走，台南州厅过行，台南火车站过行，来台南师范学校，我要放影片了，来过来，过来，来。哦，新营先哦，迄阵高雄去往轰炸，和美军轰炸，迄阵照片，上面往下照，来下来，哦来，打狗，迄阵天皇来的时候，右边是海军徛几排，陆军徛一排，整整齐齐。下一张，哦，高雄市役所，来，有水啊，下个行，哦，运河，来，过行，高雄运河，你看糖厂，高雄糖厂，他高雄火车站过来，好了，好像现在台高雄水泥厂，迄阵都安尼啦，来过来。啊，高雄软式棒球队，我讲我光说各个地方的棒球照片，我几啊百张啦，我才捡几张，这是高雄独家的台棒，我还有国小、高中成人的棒球队哈，来过来，啊，一直一根用这叠运货啊，哈，来下一张，来我们看影片好了啦，我们直接看影片，时间不够，我们放影片，电灯关起来，看影片，当时的影片，比照片更有意思。我々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た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馬關條約制定以後、台灣歸屬我國。この席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明治28年、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同年6月14日、樺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同17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手を合わせた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ここに総督政治の施政式を挙げ、地雷40育成層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海霊前の台湾は新国政府より地外高等として以前被清大清帝当作化外之民、我们是化外之民、化外之地、改立之後の必要なる帝国臣民をもってどうか国域に勤め、その功を虚しからず海霊を数年ならずして武士の反乱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通信事業、衛星の完備、治水灌溉事業、離岸事業、治水灌溉、離岸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藩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こと、全く昔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格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これ筆教我が皇室の一子同仁の計画は申すまでもなく、皇室一視同仁的恩泽。台北市夜景哈。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我叠民国哈，今不再讲。台北市は元城内漫画大豪邸の三、明治44年8月。台北橋哈，就是台北市。台北橋。在来の品式家屋の大半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ので、当局はこの機に淡水川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一瞬看那个机会，台风来吼，把柜机构造也自动拆掉掉，重新砌新呢。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造法都做下水。幹線道路を設け、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台北城内は注意一件大事、電気壊成果就看路灯、路灯啊、你注意路灯有偌济，一过拢路灯吼，不是爱暗飕飕的吼，那路灯哦，啊你要电力去配送。台湾军司令部。这台北医院哈，总督府医院哈，医学院，哎，后来台北医院。邮政部哈，阿一边是台电哈，台电。伊拢日本时代的创作哈。
总督府官邸哈。来，这是总督府以北，就是咱的即卖的衡阳路以北哈。日新报社。你刚一直呢，了解情商，一路上走路，我就带你们。你看台北市公车来招来招去，公家，啊那个穿和服穿的呐，过一关人力车。哦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龍武龍武龍武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一陣自動流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幅二間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鐵路旅館哈，鐵道旅館。下站好近，都叫客运车，都叫人力车、有机人车、还有公车啊。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台北通到圆山那类明治桥，台湾神社，台湾新社，台北公会堂，公会灯。那博物馆，什么地方会去博物馆？你别在殖民地盖博物馆，你也偷领土再去博物馆，照这边教育啊，照帝国大学，这植物园哈。哎，即卖做一个对照，大稻埕就是我较早较受，迄受着迄个大清帝国影响较深的所在。啊，这边以这边拢是不能新创，它过去就是较商业区，红豆镇哦，啊那时候台湾叫红豆镇，本岛人，那内地日本哦。对吧？台式的庙啊，哦，但你看着好像到中国支那去的一个那个场景的造出来。哎，迄边你有看拢受着。中国影响真深的所在，但你看白开，你看，哇，白开，你们那些年轻一代无看到白开，怎么来看到？你看，你看中国人的支那脸都照出来。朝廷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答えます。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我好你看这相片吼，是不好你知影当时日语本钱来做建设，有什么差距？跟大清以前底阿比，阿只支那文化跟日本文化有什么不同？非常に繁盛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你看，这都一样。你想袂到，高尔夫球场，日本时代淡水高尔夫球场。你看，伊是伫咧拍高尔夫啊。伊想袂到的代志。优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府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築中の首都圏農産物は、你看路灯，你们看门，你主要是看路灯。哦啊，电线杆、路灯，那都是电气化的成果。啊，你看原来怎么制造茶叶？前面的部分你人工去扣留啊嘛，但是过来边怎么包装？你看你看。但你看，你看都是机械化的的过程啊。你看生产线啊，你看。我大家清气想讲，你看，无我来听啊，你看，都输送带啊，拢全部都电气化，你看。这可能吼已经八十几岁了，九十岁，这物件做阿嬷。1940几年的时候，20岁。对啊，八九十岁啊。台湾の首都台中市。台中の台中バナナの。你看伊咧绿川和水诶。台中は。啊，你看台中的路灯关系。你看，你看路灯多少？你看。一百栋路灯，而且不是一颗哦，是三颗、四颗啊那种。清流を擁し、柳を配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台湾の京都の城があります。冲诶，冲到偌好。彰化银行，每次都市建设不是让你黑白起厝吼，它有规划的，美感很重要吼。台中州的知识，台湾が台中公园吼，台中公园。市に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常に運転機能を支えております。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ゼネレーターの響きを上げ、10万キロの電気を発電、10万千瓦的電力、台湾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各地啊，你看待会配电图哦，高压电线哦。那时候的，你看，高压电线怎么配送？全岛配送。不是帝国不断的走，全岛配线。这就是基础建设。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希薄で諸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主婦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オランダ人の渡来、帝政公の領代、明朝の地下、各時代を通じて本島整備の中心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また文学、商業、文化の輸入は全てここからでありました。現在は本島第二の都市と言われている台南市は、阿里山鉄道を施設し、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全地植林を行うと、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伐採した木材は我が国唯一の特殊な運材車で、先天右極のスパイラルと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鍵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鍵は嘉義、你看連嘉義的街上電話買下水量あの鍵市であります。台南集荷にあり、台南に次ぐ都市であり、また新高阿里山登山口としても知られ、阿里山から出る木材の集散地であることが鍵市を活気づけております。16万坪の台湾総督府営林所経営の貯木場に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その規模の大いなることは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
本邦製材工場中まれ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手に砂糖は台湾の特産品。今是砂糖哈，日本人以前在建立台湾的产砂糖的重镇哈，这种改型。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長い間の理想でありました自給自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你看工厂的配件哈，它盖搭盖盖的方法，原来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世界における台湾陶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陶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わ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你看那时候是怎么做？用机用炉哈，用机械化设备哈，用机械化设备。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製菓、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一人当たり13キロ。你们会看的人要看这个东西。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キロ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甘藷は機械科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那东西机械化。就是干架破，独立要做这个做燃料，个做状哈，纸业造出来。蜜糖做酒精哈。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禁止に立ちました。西装裤戴帽子。若手の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造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従軍せん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你看他工厂的设备，一整个房子的地下墙，标准化。从甘蔗萃取酒精啊。可用にして苦心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糖会社は。行业试验所。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好像是最近的照片，影片。嘉南大郡乌山头，1930年四月竣工。三五潭の庄あるこの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言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台南州が15万公布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四千二百八十里。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米、甘藷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三年輪作、这时候开始，因为有了这个三年轮作。啊，今麦去拍照啊！全岛铁路日本人一起送货啊！对吧？高雄市は我们在讲很早一组的最南端にある台湾南部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要衝を持つ新興都市で高雄州の首都であります。
海岸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キールン、南に高尾の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その一つの南方の高尾港は、基隆、高雄及不良一直重叠哈，大港。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項であり、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高尾は近畿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の高尾の躍進は、你看工厂那个盖房、啊，整整齐齐哦，没得了，别去啊，哦，你们有在做这个方面的哈、哦，工厂的，这些台湾啊，神社啊。一个日本的那个款。キールンへはカイロ神戸を出版して三昼夜、文字を出て二昼夜で着きます。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定期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を主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那从内地到台湾的话，地下电缆，内地有地下电缆通过。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外無線電話、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台北飛行場。香港においては大学、哦，但是国刷周围有很多大学也有专科学校毕业生哈。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最后成为警察、老师啊、警察。コロナ着物が万人の。啊，你又教犯人也许。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来，我们今天看到这边，我们下课。各位同学，我们下课用餐哈。啊，中间教室还在上课哈，所以麻烦从外侧走哈。啊，如果没有拍个人识别证的，没有拍个人识别证，等一下6:30到前面办公室拍哈。没有拍个人识别证的。